嗨，大家好，我是布莱恩。今天啊，不骑车要来骑的这一台呢，是 Honda 的 CB300 啊。大家也知道哈，我是 CB1000R 的前车主。那现在看到的这一台是2022的小改款哈。小改款改了什么？那我背了起来念给大家听哦。改了倒叉，改了滑犁，还有就是公式货跟水货差在它的轮胎的规格、产地，还有轮框规格也不太一样。避震器好像也不一样，反正这个就是原原本本的该有的正规规格，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我从外观开始看起哦 ，CB 系列啊，现在 CB 多少 R 这个 R 的系列，它都标榜着 Neo Sport Cafe， 这个 Neo 就是比较新潮的，比较新的，至少我是这么理解啦哈。Cafe 就是那个 Cafe Racer 的感觉，就是比较新的 Cafe Racer 的风格。其实在我看来，我当年会买那台 CB1000R 是受了 CB1000R 的概念车所影响，它那个概念车的 image 到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面。Neo Sport Cafe 的这整个系列里面，我觉得最有这个 Neo Sport Cafe 风格的，就是300跟1000这两台哈。那如今这一台300啊，是我第一次骑，也是我第一次面前这么近的范围看到它。我说真的，我觉得 Honda 本田真的很会耶，他把所有好看帅的元素啊，全部都丢给这台小老弟300。哦，你注意看，该有的油箱的这种角度，该有的前面这个小翅膀，它全都给你；排气管前面那个下导流，它也给你。所以本田不是不知道要多一个下导流才完整啊，但是1000就不给，60也不会给。60还说得过去，60有个什么试管侧出的造型保留是合理的，1000不给，然后150也不给，然后你看该有的都给你哦，然后这个短短的 Neo Sport Cafe Racer 的这种短屁股它也给你，而且呢它不但给你短屁股，还给你一个宽宽的屁股，所以要载人的实用性也一样是有的。而且整个车子的黑化算是相当的彻底，整个把手这边全部都是黑的，仪表板没办法，这个等级的就是这个大小了、哦、但是整个车子的感觉真的是一点都不输它老大哥 CB1000R 的气势，包含前灯啊这种日行灯的造型，虽然没有它的老大哥那么大，但是意识上也够的啦。经典的圆灯，然后呢短屁股，这两个元素它还是保持着，然后侧面这两个水箱罩旁边这两个小翅膀十分的漂亮。外形上面我只能说以这个等级这个价位，我觉得本田在这样的价位跟这样等级的车上面的氛围营造已经算是相当的成功，也相当的有诚意了。卡住没绕开这台车啦，骑起来的感觉应该跟我们的，其实我比较无感啊，但是我也是说说我的感觉好了。我在骑这台车的时候，动不动就把它拉断油，不是啊，超转灯会亮，但它超转灯会亮不是因为它不够力，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引擎的感觉让我觉得它还可以往上吹。如果你有骑过650，如果骑过1000R 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手把会麻的蛮明显。那这一台好像到7000-8000转的时候，引擎声大了一点，但是整个车子的表现是蛮稳定的哦，就是不会有那种啊，让人觉得哎该换挡该换挡，没有，完全没有哦，你还是可以吹得很舒服。但是其实它的速度上去的，不能说它慢啦，因为毕竟就300cc，说跑快它是没有，但是骑起来得心应手是有的。然后呢，它的前叉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并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好差而已。我们都没聊，马上就到底，让你觉得这个车子哎轻飘飘的，不会，稳定性是有。但是真的在弯道上面，可能是我太胖了哈，在弯道上面今天的弯比较急，你身体要挪出去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觉得车身有点小晃。但是车就是300几具就是这样子。但是呢，骑起来很灵活，很顺手，加速也算是快的啦。该制动的时候，车身刚性我也觉得相当的足够。接下来就问一问啊，你觉得怎么样？一二档的扭力蛮强的，跑了市区还有山路，降下来，我觉得三四档跑山路是最舒服的。三四档跑山路，对，差不多四档。我骑这台的时候，我都会忘记在300cc，所以我都会用三档起步。然后就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它的马力是多少，但是其实它在市区里面骑起来也是我说的那种骑起来会很给小的车的，因为很好钻啊，算是会给人感觉它很会冲，很灵活的感觉。欸、但是我觉得起步它确实冲得蛮快，只是到过了大概近百之后就比较弱一点。我觉得你不能那么严格，它是300cc。我说对啦，对啦，就以300来讲，但是确实就是过100之后，所以你在市区骑嘛，市区100以下真的很够你用了，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然后呢要移动也很好移动，小小台的载人也蛮好载的。欸、其实你知道吗？我们 CB1000R 的车主里面有蛮多人啊，都是有一台 CB1000R， 然后再买一台300R，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至少我知道有三位吧。如果你是 CB1000R 的那个车友，有人告诉我一下，你有一台300R，很多人都这样。像我们台中这次大会师10月在中部有一个 CB 车系的自办的大会师，那个车主他自己就是有一辆1000R，一台300R，他的车相当漂亮。
这一次去台中顺便拉他的车出来拍，有够会改。他为什么要跟观众说的？我觉得300R是一台可动可静的车，0-90的加速，我在这个级距算是可圈可点。因为我们骑的都是公升级比较多，而且本身我的自重比较重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车子它不够大的感觉。但是这可能是我自己的过去的这种职业伤害，试了那么多车之后。反而太灵活的车子会有点怕，我觉得就是公升嘴脸。哦，公升嘴脸，我就公升嘴脸啊，怎样？所以我每次骑这种车就哎、欸、很好骑，但是好像少了点什么，但我也说不出来，是不是这就是公升嘴脸？对，这就是公升嘴脸。对，对，他妈我就公升嘴脸，那没办法，你直觉就是这么认为啊。如果你不是非得要钱这么多，你就一定要买这么大台车的话，这样一台车可能你也会骑得很舒服。像我哥他就是跟我绕了一圈之后，他回去也是买了一台300GG的车，他觉得骑得很爽、啊。接下来 Alan 也会开始骑车，我就会让他从这种车开始骑，我不会让他直接从公升，那是有错误的。这是新生代的入门神车啦，你的加速度在台湾大部分地区都够用。如果这样20几万的话，外形看着就顺眼，然后价格又定到那个甜蜜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维修跟它的二手车价甜蜜。等到它缺车的时候，你就知道甜蜜了、哦、然后整个外形给你够干呢，哦，该有的都有。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老了啦，这还能改哪边？唯一要改的就是它的排气管，它排气管说真的造型也蛮好看，这种短翘的排气管我觉得很赞啊。可惜就是没办法啦，就是为了台湾法规要多这个电汤匙，那这边还多了一个 CB， 有没有？多有逼格，这一次还给你的那个滑梨，对不对？该有的都有。就是 Honda 在这种造型铸铁件就做得蛮漂亮，像这个哦，你看这种单架，你看它这个刹车踏板，我就觉得还好。反正它停在这边，看起来你不会觉得这个钱你花的有点干了、啊。所以你看 Honda 的小车都卖得很好 ，Monkey 啊，哦，还有那条叫什么热狗，是不是腊肠狗？对，他妈都卖超好的，实在是因为细节都做得很好。如果只是市区通勤又喜欢挡车的感觉，我觉得这台车真的蛮棒的，很好停，很好抓，很好骑。但是速度上说真的，你要上到100多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啊。这种车子最新版的，好像这几天才到店里面，然后今天把它借出来骑一下，嗯，算是黄牌挡车的初体验。我好像很少骑黄牌挡车哦。哎，真的嘞，有机会再多试几台这种轻档车跟大家分享。那这是我第一次试的轻档车，这个世界跟我习惯的世界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这是另外一个世界，有另外一种乐趣。那今天的分享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 CB300R。我们不急车，下次见，拜拜。